公子是要回邯郸救妇人和郑儿吗？我宁可让长王杀了，也不能让我妻儿受牵连。怎能凭义气之情弃天下于不顾？天下离我太远，我眼前只有妻儿性命。天下尽在公子眼前，只要你安全回齐，太子嫡子就是你了。我至少八年。 至少八年。每日如在刀口心脏，君父若有心立我为嫡子，何不早早接我归秦？不为每年数次往返邯郸咸阳，就是为了让公子早日归秦。今日这事事发突然，我也没料到，没准是件好事。 君父有子二十余人，人人想夺嫡子之位。可众公子没有你两处优势啊！你至赵八年为秦所立之功，还有受太子恩宠的华阳夫人伍子嗣，并同意任你为子。你即为太子嫡子，那么就是将来大秦王位的继承人呐！开城门！ 飞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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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为深知公子重情重义，不忍把妻儿抛下。公子若想死，不为陪你赴死。今日一同踏出此步，你我命运相连。 公子若被赵军擒住，死的是你全家；你若逃生，他们倒有可能有一线生机。先生。 请受一人一拜。